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某水果店哈，原有西瓜的个数哈，是这个哈密瓜个数的四倍。假设哈密瓜是 x 个的话，西瓜就是 4x 个。好，现在他说如果每天哈卖出130个西瓜和36个哈密瓜，一天卖36个哈密瓜，经过若干天以后，还剩下西瓜呢70个，但是呢，哈密瓜就卖完了。那现在问说哦，该水果店原有西瓜呢是几个？好，我们先来看哦，这个天数是一样的哦，卖西瓜天数跟卖哈密瓜天数是一样的。好，现在的话就是说，40哈，4x 了哈，减掉呢70，哦，这个是这么多的西瓜哈，是在呢 x 天，是在那个 t 天哈卖完的 ，t 天卖完的。啊，这个呢会等于多少哈？t 天卖完的，没有，每一天哈卖什么呢？卖那个130个。那这个呢是卖完的天数嘛，这个会跟什么呢？会跟卖完哈密瓜的天数一样。哈密瓜的话哈有 x 个，它每天呢卖36个嘛，卖了 t 天卖完，所以这两个事实是一样的。好，那一样以后，那我就可以算出什么？它要你算西瓜，就是算 x， 那这样把 x 算出来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就把它移过去了哈，这是130/4哈，减掉36/1 x， 等于130/70，约掉。那这个通分以后等于多少呢？这个通分以后等于多少？130啊，36。这个用多少呢？约掉好了，二得四啊，2×6=12，2×5=10。那65跟36，65、36。能不能通分呢？好像那个好像负值啊，一的话36啊，9、29，真的负值啊，所以呢要把它给乘起来，就65×36/72，减掉65 x。那72减65等于多少？7，这上面刚好是7啊，上面是7，那7跟7就约掉了，那这13哈可以约掉，乘以5，这是5了，所以 x 等于多少？ x 等于36×5，这样等于多少呢？等于5×6=30，5×3=5，180。x 是180，这是哈密瓜，那西瓜呢？西瓜就四 x， 就180×4。那180×4等于多少？180×4，720。也就原来哈密瓜哈，西瓜原来西瓜有720个。